王者 S36 赛季中辅助梯度排行处于 T4 强度的有盾山、钟馗、刘禅，这三位辅助全分段胜率垫底，已经沦为版本弃子。其中钟馗已经连续几个赛季胜率倒数了，不仅需要自己钩子的命中率准，还需要队友的配合输出，容错率非常的低。而体验服已经进行了加强调整，一技能命中就能标记目标，大招可以吸五个，这个强度可能直接要上 ban 位。而刘禅在这个赛季异常的乏力，不论在那个分段整体胜率都是倒数第二，虽然很强的控制能力，但是手短腿短，现在有太多英雄可以风筝刘禅。处于 T3 强度的有鲁班大师、东皇太一、庄周、廉颇、鬼谷子、苏烈，这些辅助比较吃阵容和配合，整体强度一般。其中东皇太一的大招压制经常用来克制对面花里胡哨的英雄，但是前期强度整体偏低，因为前期坦度不够，还手短腿短容易被封着，只有在中后吸肉起来了，强度才变得高起来。而庄周一身的解控技能不仅可以给自己解控，还能给队友解控和加护盾，只适合用来克制对面控制多的阵容，不然容易变成混子鱼，既打不了控制，也扛不了什么伤害。处于 T2 强度的有孙膑、蔡文姬、桑启、明世隐、牛魔、太乙真人，这些辅助有一定的强度，但是也有各自的缺点。其中蔡文姬有很强的回血机制，不仅可以给队友和自己回血，大招还能给身边血量最低的队友加双抗，但是前段时间经过削弱调整后，回血量有所降低，整体强度也降低了。而牛魔在这个赛季表现很乏力，因为这个赛季射手是最强势的，牛魔虽然是万金油辅助的代表英雄，兼具保人和开团的能力，但是主要还是会依赖射手输出，如果射手不行，那整局就会非常难打。处于 T1 强度的有姚、墨子、张飞、刘邦，这些辅助整体强度比较高，是目前大多数玩家上分的首选英雄。其中墨子在这个赛季表现很亮眼，登场率和胜率都排在前面，不仅三个技能都能打出控制的效果，释放技能还能获得护盾，韧性鞋削弱后墨子的强度就一直在线。而刘邦作为一个坦克，却有着很高的法术伤害，关键是大招可以传送给队友加护盾，落地还能打出控制和爆炸伤害，虽然经过了削弱调整，但是现在打边路和辅助强度依然在线。处于 T0 强度的有邵思源、大乔、朵莉亚，这三位辅助是版本之子，几乎每局都在 ban 位上。其中邵思源不仅可以偷取敌人金币，还能打出连续控制的效果，刚上线不久胜率就达到了 50%， 并且强度还在持续开发中，现在几乎是非 ban 必选的存在。而大乔和朵莉亚是 T0 辅助的常驻英雄，要么一起被禁，要么一起放出来被血，有他们的阵容就会让对面特别难受，特别是大乔不用像朵莉亚那样考虑搭配问题，只要放出来无脑选大乔都能打出不错的效果。